Hello。他要躲你。Hi。你是 Lucky 还是 Honey 还是 Snoopy 还是？还是五香乖乖。你到底是谁啊？你的主人是谁啊？你这么可爱，在这里，可是主人在哪里？哎呦，你在这里继续待下去，我就惨了。不要再给我随地大小便，可以吗？你要教他，就是他。哎呦。教他随地大小便，不要随地大小便，要教他。嗨。一样，接下来是顶箱，箱顶，箱顶。怎么办？拜托，不然我就很累耶。我们家不适合养狗，我养你们三只小犬都快养不活了。哎呦，拜托，还养它嘞？哎，小可爱 ，Hello， 你的主人在哪里？知道吗？哇，你身上好香哦。应该是走失的狗，可是可能是主人把它不知道，不可能啊，那么香，人要丢掉还把它弄那么香，不可能。可是它好像可能是被车子弄到的。他想说人家就是那么香，哪里？没人会帮他理啊，所以帮他洗干净，然后呢，让人家好看，人家会捡。真的哦，不知道哎，拜托拜托，看一下。有没有人在贴纸的群狗启事？我们想办法把它。你先把它丢进去，然后再把这个弄起来，好吗？好，还是留这个。你还在盖狗屋啊？你拜托，哪有人这样子？那怎么进去啊？留这口，留这口。不是啦，你没有弄个洞，那怎么进出？你拜托。嗯。还要跳高啊？你把它抱进去，再把它抱出来。妈哟，你受不了。到时候再想办法照。要进去吗？不然只要进没有出来。可爱的小狗狗，看有没有人要找人养你。不然我要想办法把你送走。哎。嗨。好啊，但是要从无辜的小狗上面，它黏住可以打开。嗨，大家好。但是打开关起来怎么办？我叫什么名字？我叫 Lucky， 我叫 Snoopy， 我叫 John， 我叫。然后顺便在门那里。不知道，好吧。可爱的小狗狗。哎，没有这样子啊。嗨。这样子的门，这样子。哈哈哈，你要舔啊。Hello。那这里就不贴起了。哎。